好痛啊！超可爱，他还有手套，在头上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弄断他的手好吗？啊！第三个雪人，看似市长的蛮奇怪的，不知道他是他是人脸啊，他是舌头吧？哎，好猛哦！啊，这是照片啊！对啊，哎，好猛哦，好猛哦，他是人脸呢、欸。很可怕，很酷哎、欸，超酷的。我们现在要做雪人，耶耶！216，哎，加，还没有士气在此。哎，我讲216，你要说加油是吗？3、2、1，216，加油！加油！然后长这样，断成两半。这样有用吗？这没什么用啊。嗯，那该怎么办？去其他地方玩吧。对，我就废。耶！比个胜利姿势。耶！可以。来，216，加油！这很烂的、欸，没有一次成功。很厉害的老鼠，它叫做米奇。好猛，可以这样已经很厉害了。可是真的有点像真的老鼠，你不觉得吗？这边有人在打雪仗，打超大力的。这雪有点脏，从旁边吗？我们是216探险队。我躺着。好，走。我好冷啊！好看吗？你想动吗？等一下。滑。好惨、哦。滑不行不行，感觉滑不到。等一下，换个地方。好冷，你好丑啊！好冷，哈哈哈！等一下，我觉得不太对。好冷，超冷的。啊，我到底拍怎么样？你看一下，蠢，好蠢。又来一个白痴！哎、欸，你的脚很脏啊！好屁哦！啊！啊！你跟你，这样雪到肚子，好冷，好冷，会冻掉，现在超红的，长这样哎，我不知道你。你现在在干嘛？没有，他现在手超痛，在拿暖暖包，都是杨姐。哎，什么？关我，赶紧在这跳！那个超大的月亮，不对不对，太阳，是太阳，是太阳，放大，超大天呢，不好意思，手有点抖。嗯，我们已经从下午然后玩到早上，然后我们刚刚已经吃完饭了，我们刚刚去食堂，然后我点了一个汤圆，芝麻汤圆，赞赞，因为我觉得下雪就是要吃汤圆。之前有人问我说为什么看到雪会这么的感动，有什么好感动的呢？啊，在台湾不是也会下雪吗？对啦，是会，可是呢可能就只会在雪山啊，就是那种山上才会有，但就是不会在学校会看到这种景象，不可能看到这种景象。所以对我来说呢，会感动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特别去一个地方上山什么的，就只是出来买个东西，结果遇到雪，你知道，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的事情。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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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爱的雪人，
然后我真的很喜欢听踩雪的声音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踩着雪回到宿舍。台湾怎么会有这种享受呢？不可能。